日某晚，彭冠英和朋友聚餐，饭后他搂着一位男性友人的肩膀出来，放松又开心，运动帽衫和宽松裤装，一整个体校男大学生的感觉。和男性友人道别后，他又转身和一位女性友人拥抱寒暄，看着就是那种对朋友热心的外向社交人。都安排妥当后，彭冠英才转身上车和司机离开。谢谢此生。